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黄家华。嘉义故宫南院在经过15年的规划与施工后，年底将试办营运。故宫院长冯明珠宣布，届时翠玉白菜、肉形石等镇馆之宝都将在南院展出。故宫南院占地70公顷，目前主体建筑已完工95%，建筑外观以书法艺术为设计概念主轴。院方期盼南院未来成为国际级的艺术文化博物馆。141公尺的景观桥、水景花园、人工湖、流线造型的博物馆主体，历经10多年规划与设计，故宫院长冯明珠宣布，嘉义故宫南院将在年底试营运，前3个月免费入场，届时镇馆之宝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都将在南院轮流展出。今天郑重地宣布，104年的12月28号开馆试营运。12月28号，故宫南院开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翠玉白菜就会在南院了。南院开始发响，我就参与其间，前后已经历经15个年头。然后今天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规模，实在是大家辛勤辛苦所得。故宫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南院博物馆分为东西两翼，东侧虚亮体外观为明亮的玻璃帷幕，西侧实亮体外观则密布金属圆盘，两者分别象征书法艺术之飞白与浓墨笔意。我们借用的书法的3个笔画，浓墨飞白跟渲染，那来象征这3股文明的交流。那因为这栋建筑物它本身的定位是一个亚洲艺术文化，所以它包含了中华、印度跟波斯这3股文明。故宫南院占地70公顷，主体建筑进度已达到95%。除了翠玉白菜之外，院方也规划开幕10大首展，有信心让南院成为国际级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中央视角张志燕嘉义采访报道。中国国务院选了50个全球的华人，代表他们在这个时代的某一种创意。他把我们定为中华瓷器文化的复兴者。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封闭那个空间？扎着马尾、长相斯文的台湾艺术家王霞君，12年前创立台湾瓷器品牌，带动一波新瓷革命。从庄严肃穆的佛像到起重机的兔子瓷偶，王霞君的作品跳脱过去瓷器常见的浑圆外形，以流畅线条和不规则角度，让传统瓷器有了不同面貌。东汉末年到现在，我们都看到瓷器的标准永远是一个浑圆封闭的一个腔体，它的好的瓷器的标准好像只是华丽、优雅、古典。我们觉得古典、华丽、优雅之余呢，有没有所谓的现代的利落、现代的自信、刚毅的感觉？因为这份执着，王霞君开始设计不规则的瓷器造型，但受限瓷土高温变形的物理特性，整个制作过程得靠辅助工具支撑作品，一旦坍塌就得重新来过。如何让自古以来坐在桌上的瓷器站立起来？王霞君走访各国寻找生产厂商，历经3年阵痛期才完成第一件作品。当我们把设计图给他们之后，他们说瓷器没有人这样设计，这是哪个人天马行空乱画瓷器这样的？因为瓷器高温会收缩15%，另外一个瓷器高温1300度它是软的，所以瓷器永远坐在桌面上。那我们觉得瓷器可不可以有点变化，有点激情，不要那么规规矩矩，稍微动一下吧。王霞君从玻璃艺术转而投身瓷器创作，长达20多年的创业生涯，成功打响品牌，走向国际。去年还在日本精品汇集的东京青山区插旗，拓展品牌版图。他以过来人身份，和台湾有心创业的年轻人分享经验。就像我们自己一直把不仅做好，更要唯一这样的一种创业态度，或者说设计的态度呢？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你的独特性那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定要被寻找出来。我讲这不只是
产业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基因，更重要的是你在创意上面本来就是要这样的追求，不是垂直的。王霞君的创作不只是艺术品，各式各样的生活器皿和茶具更把美学融入生活。过去王霞君热衷玻璃艺术，成功推广华人世界的玻璃产业，现在他更期待透过瓷器创作为流传1800年的民族工艺注入新生命。中央社记者洪煌君、简玉琪台北报道。中央社国际新闻，中央社记者贾嘉达为您泰国曼谷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访美，25号将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欧习会，双方预计谈及两岸议题。美国各层级官员在欧习会前对此发表谈话。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华府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民主程序，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稳定。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both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remains unchanged. Our fundamental interest is in cross-strait stability. Those key elements there, those are our bottom lines. Those will not change. And any discussion on Taiwan cross-strait issues between our two presidents will take place along those lines.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罗素则表示，美中双边对话讨论台湾议题已是常态。美方不断强调两岸关系稳定的重要性，会继续和中国大陆沟通协商。As Dan said,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to exercise democratic rights, and will continue to counsel restraint on the part of Beij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to build trust and stability.白宫国安顾问莱斯日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谈到台湾问题时重申美国立场不变，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The long-stand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unchange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ur fundamental interest is in peacefuland st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对于美国和中国大陆互动，外交部表示不应损害台湾利益，将持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欧习会相关发展。中央社记者郑重申，华盛顿报道。赶在苹果公司新款 iPhone 6S 上市前，大陆小米也推出新机 4C。它对手感要求非常高。22号北京小米新品记者会上，由小米董事长雷军亲自主持。他表示，近年手机越做越大，但手感反而越退步，同时也越耗电。强调小米 4C 不仅手感好，也很省电，能方便消费者使用。这一款手机是旗舰的配置，所以。想定到非常便宜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供应链呢也下了非常大的努力，最后呢我们能够定到1299。新上市的小米 4C 是 4i 升级版，萤幕尺寸变大为5寸，重量减轻至132克，拥有1300万画素的相机，约新台币6600元。对比苹果 iPhone 6S。4.7寸的萤幕和相机1200万画素，则约新台币26500元。不仅如此，小米首度进军电信营运领域，推出电话卡且免月租费，企图强攻市场。我们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叫任我行电话卡。这个电话卡有啥好处呢？永久免月费，电话、短信、上网1毛钱。使用中国联通系统的任我行卡，打出3个0.1策略，
小米寄出新机同时也包含电信优惠，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中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道。其实就这一个改进。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5号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双方聚焦在南海争端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日前，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透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且敏感的问题，两国元首将就此交换意见，后续发展全球视野持续关注。而习近平此行另一个重头戏是28号出席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并发表演说。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黄家华，我们再会。